将日历中啊，将月历中的日期数字一和三十一位置移到储存格的正中央位置哈。他的要求你要看这个图哈，就在中间。所以我的文件里面呢，我一样哈，一次就干嘛框起来，哦，一个一个注意到哈，你这个要一个一个框哈，框完以后直接点，哦，次中对齐，然后这边一样框起来，点次中对齐，哦，一次只能一排哈，一次只能一栏的资料框啊，哦，因为它阴历不要哈，阴历不需要次中对齐，所以你没办法全部一起框啊，只能这样一个一个做啊，哦，做完就可以了啊。哦